十块的上市费用，脑力激荡一下。我第一信交偌济钱？第一信交偌济钱？啊，我最近呢有一个感想，感想就是讲，我就想到我树林华商客，较早阮付几啊亿给人的时阵呢，一挂卖方啊，有卖方都旺盛的，因下一代。就要到人讲要花啦，啊花就变成讲有用何解，有用调解，有用请求法院判决，你要选择对一种。当然呢，有八个人，其中七个人，六个人何解调解，干那一个用判决，结果用迄个判决的人损失上大，安怎损失上大？因为伊爱还还价金，搁加利息，还搁爱拍卖伊个土地，啊土地不足，爱到另外到请求伊其他个财产个赔偿。所以我最近也予一挂人奉劝，你若正经爱有诚实信用个基础，含爱面对现实，含爱勇于承认事实，安那才是正办。为什么我会安尼讲诶？原因就是讲，大家拢好朋友。阮平等诶，伫咧时阵呢，阮所有人竭尽心力来啊协助啊协助，含协助了后咧，因都不幸去手术，艾克摩救无起来，艾克摩救无起来，咱嘛迄阵安慰一挂借款人讲，买啊这段时间非常时期。咱希望讲，因人家一段时间觉醒了后，有一个诚信了后，就平等的财产，平等来互这个借款人，甚至其他的子女，这个借款人嘛会使去考虑讲，小女的小娘婆，这是我个人这段时间一直强调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原因？就是讲，人甲人的之间呢，就是爱互相尊重，互相信任。你今仔日咧平等的财产，你结果恁兄弟啊，要人侵吞，要人侵吞，是绝对不起平等的。我已经有讲过啊，平等的伫网顶已经阿讲伊要转来，我讲你要转来，你就转去恁囝的身上就好啊，用恁囝的身上去找恁兄弟就好啊。这是我感同身受啦，语重心长的讲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等的是和我九十二年开始做革命伙伴做很久，今仔日我想袂到讲为着这件代志已经三年外，因这个家族的，我讲我今日平等开过头，你嘛会使列出来讲伊开过头的证明嘛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咱以上呢，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呢，难免有金钱纠纷，难免有其他的。利利口口，含你拢爱面对现实，含勇于承认。咱 A P 亚东新闻呢，因为伫西北雨了后咧，来做一个台湾漫谈，十一字行不动产资讯互联网，也是咱讲十一字行娱乐互联网，甚至公司治理生活法律，法律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法律，生活资讯网，这是。含律师团定定研究讲无法度，因为对方就是讲要拍官司，含我嘛也发狂讲有法度和解，有法度调解，甚至法官嘛会劝大家去和解。这是我简单讲到这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祝福大家快快乐乐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菠萝天先生。常常在节目中讲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伊还讲，较早聊天顶咧，含人讲爱情故事的时阵，就会形容吼，真好形容，我讲袂用形容。你若要听伊的形容，咱五六天的广播民生的频道，伫八月会报一个五六天较早讲聊天顶含一挂青春少女的。爱情故事，另外伊讲一个罗马红帮含丐帮，含红帮含丐帮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咱欢迎大家
去订阅广播民生五六天广告。再度感谢大家，咱 AP 亚东新闻，谢谢大家。